没错，这个陷阱专坑队友。我们先看用到哪些工具，一个木门、炸药桶、触碰感压板、细沙块，还有青苔岩石砖。先来用石砖做一个房子，做这个房子只是用来套路队友的。建完房子之后，在这个门口往下挖几个洞，在里面放上炸药桶，上面放上细沙块，再放上触碰感压板。之后我们在后边再建一个门，可以诱导队友过来，快来找我玩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之后他就会从这里进去，踩到感压板就会碰到炸弹。哇塞，这炸药桶的威力太大了吧。小伙伴们还想看哪些视频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。你看这个炸弹炸了这么大的坑，如果队友的话小命肯定没有了。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